大家好，我是281326频道的娜娜，接下来一首触电送给你们。触电的那种感觉已慢慢出现，想要无时无刻有你陪在我身边。触电的那种感觉有点点危险，什么方法爱人才会永远不蜕变。Fading to black.